大家好，我是胡偉康，欢迎收看《大名鼎鼎》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火星台制作，由我胡偉康主持的。今日我请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嘉宾，可能大家未必很熟悉，不过在我们行业里面就无人不识，因为他眼光独到，他涉猎的范畴非常之广阔，而且他还是创办了香港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售票系统的公司。还有，我真的要恭喜你，天日博士，恭喜曬啊！多謝多謝多謝。印尼皇室仲頒咗個拿督嘅封銜俾你，恭喜曬。其實做拿督我真係好有啲好奇心，要做啲咩嘅？其實冇乜嘅，有冇啲義務要做嘅？都有嘅，有時會去嗰邊去啲大學啊，或者佢有啲慈善活動，我都會參與一下。咁就久唔久翻去聯繫一下咁啫，冇乜嘢話特別要你一定做嘅。係，你同印尼嗰個起源係喺幾時開始咧？點樣結緣㗎？其實好多朋友，我不時都東南亞好多朋友。嗯，咁我就有班朋友都係皇室嗰邊嘅。係，咁佢不時都同我講，佢話 Peter 幾年前同我講㗎啦。嗯，咁但係我就啱啱去到最近就忽然間。有個空檔好得閒，咁我諗住散下心，咁我今次嚟啦。其實講咗兩三年噶啦，咁都係去完之後又覺得都一件好事，都一件好事嚟嘅。有冇諗過將你喺娛樂圈嘅經驗或者帶一啲 show 過去印尼啊？有冇計劃啊？佢哋都有探討呢樣嘢嘅，即係唔排除咧有咁嘅傾向，因為都好多朋友嗰邊咧託人咧，咁即係同我傾過一下。咁呢個，但係都係指日可待啦。等下啦。會嘅會嘅。因為印尼咧，仲係未係咁開發嘅。但係正正就需要啲經驗同埋眼光獨到嘅人去幫佢去開發啊嘛。好，時機到就到㗎啦。等時機嘅啫。我哋都提過就係話，其實你好多年前係創立咗一個即係如果講賣飛數一數二嘅公司。當初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嘅咧？其實就咁嘅，即係講翻我出道先啦。好啊，我出道咧，僆仔就跟猶太人揾食嘅。嗯，跟猶太人係咪計數特別叻嘅咧？啊，佢哋好叻，計數數字，又或者要算你咧，係好叻嘅，你走唔甩佢嘅。咁啊，跟咗佢哋都好長時間。嗯，咁就去到1998年咧，我就有啲厭倦啦。咁因為同佢哋做嘢咧。你個人都唔知道自己喺邊嘅，四小龍啦，中國啦、香港啦、毛里求斯啊、印尼啦、印度，你度度都要去，那個人都安定唔到。咁到最後都係太辛苦啦，翻嚟香港。翻到嚟香港，無意中啊識咗一個前輩啊，阿撈 uncle 阿撈，阿撈啱啱佢當時1999年啊，咁佢係籌備開。張惠妹演唱會，在啟德機場就開兩場，是你第一個正式參與的 show 啦。每場25,000人，我參與，就咁樣入咗行，一翻嚟係好短時間就入咗行，咁就好多謝 Uncle Lau， 最近都有見佢，佢今年80大壽，係啦，真係大前輩啊，佢真係大前輩。同埋其實你入行都算係好幸運，因為一嚟又遇到一個咁大型嘅 show 啦，而且亦都一個好成功嘅 show 啦。咁相信入邊嘅製作啊，各樣嘢係可以好多得獎嘅。咁但係喺咁多年入嚟啦，你覺得你曾經都會遇到過一啲低潮或者挫折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令你好難忘？會。嗱，其實我而家呢間公司咧，2003年我創業，年頭就開始部署。我部署到開嘅時候咧，就遇到沙士，成盤計劃咧就冧曬。咁當時揸好少資金嘅啫，就凍過水啊。咁啊，足足就由年頭就捱到年尾，咁就失咗好多預算，就諗緊我呢間公司捱唔捱到一年咧。咁去到年尾就好開心啦，我接到第一個演唱會，優先訂飛。亦都我揾到銀行，亦都係贊助順利，係預售咗。預售咗之後，
我的挫折又嚟，因為我當時預售嗰個咧，嗰、那個藝人係梅艷芳。嗯。咁因為預售完之後冇幾耐咧，就傳來消息，佢有一個病。係、嗯。咁我哋相關圈內人，我哋自己都有討論。係。佢原來都嚴重。係。咁我哋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勸佢咧。啊、不如延期，嗯，睇咗醫生先，嗯嗯，咁就好忐忑嗰段時間，究竟開定唔開，開定唔開，系，咁我嘅心愛，佢應該係要延期，嗯，應該係以身體為重，系都大家都好錫佢，系，咁最後佢自己開曬決定，嗯，咁一定要開嘅，嗯，咁就係喺一個好忐忑嘅心情之下，系，咁就係開咗嘅。咁結局大家都清楚。咁呢一個咧就係話喺我第一年創業咧，係一路整整一年幾期間咧，個人就有一種有啲唔開心，有啲抑鬱。嗯。咁咧第二年開始咧，慢慢咁樣就忘淡忘咗。咁但係呢啲記憶咧，即係記憶猶新。成日都會諗起。咁喺阿妹嗰幾場嘅演唱會入邊咧，我有啲朋友都喺度分享啊，就話其實每一日個 show， 即係唔好話係 on show 嘅時候，喺嗰幾日入邊，每一分鐘都喺度擔心緊。係，因為真係唔知道會發生咩情況。係，嗯，咁我哋，但係你哋點樣將嗱阿妹係好專業嘅，同埋佢真係嗰個決心係好大，佢一定要做，點都要做。係，即係佢明知可能有咁嘅機會，即係講句難聽啲，可能會喺個台度暈低，但係呢個係佢嘅心願。係，但係你哋嘅工作人員點樣俾緊動力佢？呢、這個動力就即係我哋，即係我都係其中一小分子啫。係，咁我知道呢個演藝人協會咧。是非常之關注佢，同埋係俾好多支持佢，俾好多意見佢。咁亦都係一如你所講咧，佢都係要堅持，係好專業。咁佢呢樣嘢就係喺我創業俾到一個好強嘅一個信念我。人，你去到任何時候最壞嘅環境，你係要做一個決定。係啦，咁呢個係佢做個決定，同埋決定咗就要全力以赴。嚇，咁係好尊敬，係非常之好多時候都諗起佢。係，咁啊，我坐親飛機咧，我就唔睇戲，我就通常聽佢嘅 album。嗯，咁啊話不斷有好多回憶，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對於佢一種尊敬。同埋你叫做開始創業嗰時候，即係曾經捱過咁多個高低起伏。係。我又想起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所以亦都令到你後期可以在你的業界入邊發展得咁多姿多彩。係嘅，的而且確頭啲年紀嘅呢啲咁嘅環境令我堅強。你直頭堅強添啦，後期你嘅業績亦都話俾大家聽，哇！嗰時啲演唱會飛或者啲表演嗰啲節目，幾乎九成飛係經你手嘅。一段段時間咧，當年啦嚇，而家會時移世易。係啊，而家即係嗰個時代唔同咧，好多嘢。你覺得嗰時做演唱會同而家一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而家喺製作人嘅角度，而家追求科技啊，追求壯觀啦、啊。以前嗰啲好簡單嘅，以前嗰啲即係等於拍 MV， 你而家啲 MV 都好靚啦。以前我哋啲好簡單，飛圖咁樣搞掂啊嘛。咁而家隨著時代要求係全部與世界銜接，係非常之多科技嘅嘢。係，同埋以前你揸住咁多飛咧，真係朋友都多啲嘅喎。又好難講啊，因為我多數都係拍住一啲即係贊助商，係啊，可能係一啲客户，一啲人銀行或者任何公司啦，咁即係以佢哋嘅 database 為主嘅，所以其實我一向都得罪咗好多朋友，因為飛就得咁少。如果你係啊咁啱呢間銀行嘅，你就幸運啦。即係或者基本上觀眾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其實唔係話我哋唔想俾飛出嚟，而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做製作或者做個演唱會或者做一個甚至乎舞台劇都會係，其實根本可能係某一啲機構等於佢
包了肥，即是它等於一個私人 party 嚟嘅，係冇錯。咁所以如果大家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有時候又唔好去怪票務公司咯，唔關事嘅，或者唔好怪嗰、那個藝人嘅管理公司，其實某程度上唔係佢哋話事。嗱，以前嘅年代啊，以前嘅年代就好少投訴買唔到飛，因為今時今日咧，係所有做生意嘅咧都覺得。演唱會，如果個藝人係出名咧，你做到一個贊助咧，你攞到啲飛，係的而且確幫你促銷。係，於是乎今時今日嘅演唱會飛咧就唔夠分。嗯，而家啲飛咧喺啲贊助商度咧係佔有率都好高。係，反而我哋賣飛嘅平台咧，相對就會比以前係低咗。係，所以我哋通常好快賣曬嘅。係，係啦，咁變咗係時空唔同。比我賣的飛比以前的數字都是不同、嗯啊、你想想現在的那麼多大機構參與，他們個個都大公司，不同的信用卡公司、啊、其實拿最大 database 呢有幾個行業，銀行啦、啊、金融業啦、啊、另外保險，保險啦，他們是擁有著香港、就是、絕大部分人的 database， 沒錯啦。那你想想，如果你這樣去想的時候，有時候如果為什麼我賣不到飛，又好像都啱喎，學你話齋，睇我好唔好彩，係唔係邊間公司主辦嘅客户咯？係啦，你冇我有時都幫你唔到，所以唔好怪你，我哋明嘅。我哋好多時都會即係有啲朋友真係即係朋友都冇得做，咁我都算喎，即係即係咁冇當係朋友咯，係嘛？咁你好難話每一個我都幫到你。同埋唔好話即係唔同公司嘅客户，而家亦都講緊買飛嘅觀眾。客群都不同了，個比例不同了。對啊，係啊，冇錯的，以前就是絕大部分是香港人自己買飛，冇錯。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喎。冇錯。嗰、那個比例會有幾大分別呢？嗱，近啲五年咧，自由行嗰個買飛比例高好多。咁睇你個藝人喺內地嘅歡迎率有幾高？如果你高嘅咧，可以賣到三四成飛，譬如話舉例，我有3000張飛，譬如俾我賣噶，可能佢佔咗過千張嘅，又或者更加多嘅，嚇、啊。譬如你話啊，佢只係 limit 淨係香港嘅啫，咁當然會少啦。不過普遍都有10%-8% 嘅，即係而家好少淨係紅香港，通常都大灣區啦。咁而家攬埋都有。10% 至到20-30%，睇你受歡迎程度。哇！個比例其實真係都相當高喎。高嘅，越嚟越高嘅。我試過一次我做呢一個周筆暢。係。好少香港人買飛，但係我80%飛都係賣俾內地人同我買。哦。咁亦都證明咧，即係我哋而家呢個票務平台咧，係內地人咧好廣泛咧，即係採用。所以我哋買一啲項目，而係想係賣到內地人，針對內地人買飛嘅咧。我哋呢個平台咧都係好重要嘅。係，你會唔會覺得以前嗰個票務同而家因為整個環境喺度改變緊咧，對你嘅衝擊有幾大？哇，好大啦！因為而家好多票務咧，內地嘅咧，透過一啲旅遊嘅公司。好多間大嘅，而家咧佢哋又去演唱會商度咧，主辦商又會買咗一大堆飛，做一個贊助商。相對我咪更加少飛咧。哦，即係話除咗咁多贊助商，我仲要面對可能一啲係旅遊業，佢會包咗啲飛，咁變咗相對嚟講，我哋嘅比例都會少啲。嗯，所以係我哋以前賣飛同而家賣飛嘅數字係相對。好多都低咗嘅，咁會唔會係因為咁而令到你就要唔得？我要開創多啲唔同嘅蔬菜揾錢。其實而家我哋做緊大灣區，嗱，你最近咧，如果有留意，周筆暢喺內地咧走緊浮嘅，佢哋每一個地方，我哋都同佢賣緊嘅。福州啊，深圳啊，深圳仲有其他好多蔬，我哋都賣嘅，我哋都發展緊大灣區。是在他們那裡開，但是透過我們又賣到飛的。嗯，但至於從中是怎樣運作，會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到，讓大家又學一下東西。那但我們下半部回來再談。
OK。Peter 哥真係犀利，即係由香港創新做呢個票務系統，做埋而家大灣區，越嚟就越放眼世界，又攞埋呢個印尼嘅拿督呢個分銜。咁我知道咧，你就真係好多才多藝噶啦，你學歷亦都好淵博，我哋留翻一陣先講。不過我哋講翻而家娛樂圈嘅先，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有興趣，即使係觀眾，佢都成日聽到就係話。咦？點解個個歌星都話好難 book 場地？明明香港都一路喺度起身場地嘅啦，咁究竟係有場地定係冇場地，定係有場地又 book 唔到咧？嗱，場地喺香港開演唱會真係好大困難，嗯，好困擾，嗯，我哋而家 book 場地通常都係 book 一年後，嗯，譬如而家你想要 book， 能夠有位俾你問一下嘅咧，今日七月。你要問出年嘅七月，嗯，其他嗰啲咧就變咗你要撞彩啦。其實好似 book 酒席咁啫嘛，結婚都一年後啦。係啦，係難嘅。到你要 lock 咗一年後嘅期，一年後到時你個 artist 得唔得閒，又你都唔知咯喎。咁得唔得閒？我覺得就一定要得閒嘅。如果應承咗，除非中間有啲咩變動。嗱，就好難講，睇下乜嘢 artist 啦。我覺得就譬如好似一啲東南亞、韓國嗰啲，就真係好難夾。你話要夾一年後嘅咧，大家都一年後都第二個世界嘅啦，都唔知嘅。簽咗合約就係嘅啦咩？都唔會嘅。嗱，韓國咧就短打嘅，韓國所以點解咧就好少去紅館做嘅，多數咧就去其他場地做，其他場地咧就易攞啲，不過都係難嘅啦，因為做親都要。Weekend 噶嘛 ，Weekend 係等於酒席咁，係真係好難嘅。咁就啊，如果你話傳統中港台嗰啲咧，通常我哋 mark 到個期都盡量配合去做嘅，做到個機會都高嘅。咁嗱，有其他嘅星咧，啊韓國尤其是咧，嗰啲就好難去等一年後個期。通常喺韓國係個學問係，我好紅，我俾個期你。你去諗掂場地，即我考你，通常都是面對啲一樣挑戰，咁就大家就啦嚇。咁傳統紅館嘅咧，都係跟翻傳統 book 一年後噶啦。如果唔係咧，撞啱有人啊放翻個期，咁你就試下去入紙申請，睇下你會唔會咁幸運，你攞到嗰個期。同埋呢樣嘢咧，亦都講緊，無論係觀眾好，或者我哋自己行業內人士都講緊。紅館真係拗爆頭，有時真係唔知點解佢會俾期。啊，呢樣嘢我哋答唔到嘅。係啊。嚇，咁我又覺得佢一定係好均真嘅呢樣嘢。係。即係佢哋有佢哋嘅一套方法，佢有佢哋嘅哲理啦。係。咁就，但係紅館呢個地方係一個聖地嚟嘅，我覺得。聖地，佢地方環境、音響效果、舞台設計同埋個人數咧，係好好嘅。是那這個場地我覺得是很永恆的，很永恆。那我們現在香港其實都來有些新的表演場地，是那你覺得配不配合到個市場需要？譬如我們說的稍微新一點的有西九，你怎麼看這個地方？現在場地呢就有的，西九現在有一個小型場地做一些粵劇的東西，是茶館那就另外有些Wild Day Out 的場地，它就不是超大型的，你超大型就是說迪士尼，迪士尼它我覺得它會很成功走出這一步，這一步就給了一個空間，香港的樂迷真是一個很大的喜訊，初初就試了，但是試驗是成功了，所以呢個真係頂呱呱嘅，嚇咁就希望多啲 show 咧，繼續喺嗰度做，呢個舒緩到香港好多好多啲娛樂方面嘅需要啦，啲樂迷好開心。正如你所講，既然場地嘅需求咁高，演唱會係咪真係咁好賺啊？嗱，再講翻場地先，其實場地咧嚟緊喺四年後，啟德機場，將會有一個很大型的場地，它大到可以容納5萬人
是可以天個蓋閂埋或者打開，或者將呢個五萬人 cut 到去細啲，去平衡你嘅需要。咁呢個就幾年後，呢、這個開咗咧，咁應該舒緩到好多。佢可以做到國際好大嘅城市，亦都大大舒緩咗呢個壓力啦。真係會佢開咗之後，成個演唱會局面咧，可能一個好大嘅轉變。係啦，咁都好期待嘅。咁除咗呢一個五萬尺，佢仲有其他細啲嘅場館，咁都可以做體育用途啊得，或者啲小型啲嘅演出都可以嘅。所以我係期待喺佢開之前，我係唔會退休嘅。我一定要。你唔會，你唔會，你一定唔會。即係同埋你而家肩負咗咁多嘅經驗啦，同埋你係一個好肯同人分享嘅人，我絕對相信你唔會咁快退嘅。好啦，我哋都係講翻，既然我哋對呢個場地要求咁多，係咪真係咁多 show 啊？搞 show 係咪真係咁賺錢先？嗱，搞 show 就真係好多人想搞。咁除咗場地揾唔到之外，講翻轉頭，搞 show 會唔會賺錢？嗱，咁啊答你呢個問題。大大細細嘅星。由天王巨星，去到比較低啲嘅星，個個都有個心願喺個舞台嗰一刻，一生難忘。咁如果假如我用十場演唱會，十個唔同嘅演唱會，如果粒粒天王巨星咧，我又揾唔到理由佢哋唔賺錢。不過喺今時今日，我哋講開咧。他哋咁追求啲台燈聲效果咧，今時今日賺錢咧係比以前嘅年代咧係即係冇咁好噶啦。我變咗咧要靠個票價咧去，咁啊要睇嗰啲票價均勻嘅程度。有時你嗌得太貴，有啲價又去唔到。所以呢個就要睇個主辦嘅功力。如果十個天王巨星，咁我覺得蝕嘅機會就～看不到的，咁你話會唔會賺好多？呢、這個咁就見仁見智，咁啊真係睇功力嘅呢、這個，係睇你揾唔揾到贊助商，你揾到你嘅價錢靚唔靚嚇？咁就要真係睇功力嘅。好啦，咁啊除咗天王巨星之後，有十個啊叫做二三線嘅星，開啦，十個喺紅館，咁啊呢十個之中咧。我相信有五六個一定蝕本，一定係會蝕本。願聞其詳。係，咁剩翻嗰三四個咧，應該有一兩個有機會打和，眯眯嘴。咁點解仲要開啊？另外有一兩個有機會賺錢。係，呢個就係我做咗咁耐，我真係個心得睇到出嚟。但是開嗰樣嘢係 priceless 嚟嘅，好多時候我支持你知道我，除咗票務我都開。係啊係啊係啊，你都是主辦啦。係有時候我係對嗰個歌手朋友，我要支持佢。點樣都要支持佢嗰一刻，我盡我能力，我希望我的願景，我打和我就當贏，輸少。我都會當贏，我一定要支持你，因為呢一行咧，我都一定要抱住一個好支持佢哋嘅態度。所以你見我開好多，我係唔理賺蝕，除非我覺得呢個你自絕自殺啦咁，咁我又唔會嘅。我覺得爭啲嘅，我都盡量用我嘅能力，用我嘅智慧，我會唔會幫到佢？當我人生一個挑戰，我都好多挑戰，次次都跳到甩皮甩骨，但係我都係甘願。因為人是要不斷向前，你要考驗自己，所以我都是向前。嚟緊我開緊幾個演唱會，都是用咁嘅心態。我都是要去跑，我都是要有個信念，我要堅持，我一定要支持佢嘅時候，我亦都要保護到我自己，輸少當贏。嗱，呢個就係智慧嘅講法啦。同埋點解有智慧就係來自於你個根基好。不如真的不要客氣，大家講下，其實你很多學院入邊。
你是有讀過同埋有 qualification 嘅喎，即係大家數得出，譬如哈佛啊、Stanford 啊。嗱，其實咁嘅，我就從來咧，即係我有冇諗過你問啊？喺我派卡片咧，咁呢個應該要分享噶嘛？嗱，喺我卡片咧，點解牙刷就是、因為我根基厚啊嘛。其實牙刷喺某個程度上一定係要我夠膽同埋我係有實力，我先至可以少少牙刷啦。咁變咗嗰樣嘢就唔係點講啦？即係嗰樣嘢，我覺得係實在啲，因為你係有個底氣做咁嘅所謂。嗱，其實咧，我做咗呢行廿年，係係呢幾年咧，我的卡片咧，咁象徵式印翻我係 Stanford 嘅 project manager。因為 Stanford Project Manager 咧喺美國好吃香嘅，以前個年代一個叫 PMP， 咁咧取而代之咧就係 SCPM， 即係話 Stanford 嘅 Project Manager 咧個地位就好高嘅，喺嗰邊咧揸住呢個咧你就爭住請你嘅，咁我就好開心啦，即係我亦都獲取到啦。咁咧我哈佛我係修讀法學院嘅談判學系，我好中意談判。我是耶魯大學的談判學系，即是一個高級資歷認證。我是這個帕克萊大學的企業教練，我還有 NLB 大學行為心理學教練，還有這些很多濕碎的東西，譬如我是一個催眠師我是一個催眠治療師，其實我從來都冇人講嘅，今次又第一次，即係你撩到嚟我就講啦，我係的而且確我真係擁有噶嘛，係啦，所以就話可以跨得起咯。咁我亦都係以前冇咁忙嘅時候咧，我係為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做咗四年呢個中小企支援計劃導師，專係扶持一啲中小企業。他哋遇到難關咧，咁佢哋就會 refer 佢揾我，我就要同佢度一個策略，叫佢點樣離開佢個困境。咁我係做得好成功，亦都獲得高度評價嘅。咁隨著事業越嚟越忙咧，咁呢幾年我就冇做。咁我的而且確就係好有抱負嘅。佢亦都唔怕講啦。咁我以往咧不時都會係去啲銀行啊、保險公司啊，都會。講下 talk， 講座啊嗰啲培訓，咁其實呢幾年我都放低咗。咁其實嚟緊咧，過幾個月咧，我嘅抱負就係話，我覺得我而家我係最燦爛，我擁有最多資源，最多實戰經驗，亦都最多學歷，我好多知識，我掌握到好多世界學府好成功嘅例子策略。好多成功世界上的大公司，佢嘅成功策略，加上我而家仲係記得嚇，我就預備咁多年嘅實踐經驗。係啦，所以嚟緊我會應該正式定期開班，想培訓新一代，即係佢真係想佢覺得佢要進步，佢要跳出個框，佢要進步，佢要改變佢嘅人生。咁我會去。我哋借呢個節目。好弱咧，講一講。其實通常我哋一般城市人點樣樣先比較容易跳出咗所謂嘅 comfort zone？ 知識，知識創造命運。你要有知識就得啦。係一句講曬，知識改變命運。呢一個亦都係將來我開嘅課程嘅名字，知識改變。我先報名啊！多謝。同埋每一集入邊咧，到最後嗰分鐘咧，咁我都會同。問一下我的嘉賓，如果用一樣食物去比喻而家嘅娛樂圈，會係乜嘢食物？我正話講咗好多分享，係好多唔同嘅 case， 好多唔同嘅個案。咁我會形容花生，即係而家有一盤花生，只要你拎出嚟，你搣開佢，你先知道個結局。花生好多時候甘肉其外，搣開咗食。入面是爛的，所以在我們這一行業，其實個個都有一個願景，個個都一廂情願。這粒花生你看看多漂亮，其實一撕開，即是說你做一個你想做的項目，出到來盤數告訴你，這粒花生究竟是漂亮還是爛？
認唔認同到呢？認同，認同。多謝你今天的分享。 OK， 多謝你。期待你開班。期待啊，你介紹人啦。好，多謝大家收睇。多謝，多謝，多謝。再見。多謝。